说东北大集便宜，是不是真便宜？你们跟我一起去逛逛去。今天我们去南关岭大集。南关岭大集还行，这风有点大，但是不冷。这个外面就已经有很多卖东西的了。10块钱买4斤了。哎，做爆米花的。真好玩，看着玩呗。这多少钱呢？5块钱。5块钱这么多。驴打滚儿，最近不太敢买，我怕那个白布里边藏着驴。枣10块钱2斤，整点啊！哎呀，大姨买这些葱啊！你们进来喽。哎呀，这个小地瓜5块钱2袋，整多少杆应该不错。9块了。5.11是便宜还是贵？我怎么没概念？还有卖早饭的，各种馅饼盒子啥的。油条咋卖？能买一根吗？能。麻团呢？6块7。你们上上边看看去。好热闹，全是人，都这么多人。这虾咋卖？二十三。哎呀，这虾真活呀！这是啥肉？这是啥？这是玉米宝宝，好好看呀！大瓦锅的小米儿，虾皮儿，虾皮儿。香飘飘大瓜子儿，这么多毛吃。瓜子都这么贵了吗？现在好久没买了。饼了吗？也不像饼着，这不像团着吗？好圆呐！那不就是饼着吗？5块钱6个，1块钱1个。苦茶自拍吗？自拍。那是5块钱1条哈，15块钱2条。吃完一盘，吃完一盘了。松花蛋10块钱1盘，我也来一盘。哎呀，榛子。怎么卖这个？15，这是吗？那行，不一样。松子45。苹果真的是冬天的硬通货是吧？耐放。5斤。精品的4块钱1斤，小果光10块钱3斤，苹果梨。我奶奶家之前一直种这个，它被称为水梨罐子。来俩。3块7，4块。莱阳。哎呀，你好，那还有香吗？8块钱，那好厉害。这个是不是就那个馓子？煎蝇怎么卖？40的，还有50的。这个是还没拔出来的，这是小格的，小小格，这还挺好看的嘞。鸡毛掸子，鸡毛掸子，来一个，好好吃，好用。真是真呀！我每个鸡都买一个。对呀，都是回头，都回头客。这怎么卖的？10块钱1袋，来一袋。那个，对，这个是麦穗吧？土豆粉6块钱1斤，羊杂了，自己家胡羊杂了，来。这他们的羊杂都一群老羊犊子，我检查去。我这自己是做，这都是啥呀？心肝肺，这个有毒有肉有肠。那个吧，来一斤呗。怎么卖的？6块，3到8块。鲤鱼和什么鳞你分不清吗？你刚来地球吗？红鲤鱼、驴你能分清吗？行吗？行吗？24。那你知道这个是啥吗？好大的猪头！你居然知道是猪？好久没见过这种万年历了，这是松茸吗？海参多少钱？海参70。虾咋卖？1块钱4斤。啊，鱼10块钱2斤。这样15一斤，这个10块钱1斤啊。来一斤呢，来2斤呗。哦，1斤。一斤不两个，17块1斤。45二斤，不挑啊。我咋感觉人越来越多了呢？1块钱。5块钱4斤。蔬菜1块5二斤，小南瓜2块钱。这卖蔬菜的也挺多的。这有好多那种老式的饼干啥的点心。哎，对，哇塞，两元店嘛，这不是锅碗瓢盆，还有床单被罩。那秋裤给你来一件。那倒也不用，这秋裤这个花色确实在我姥家看见过。我奶家也有。随便挑，随便选，怎么花了不起眼了，1袋5块了。我走饿了，我都迷糊了，这行吧？哎，好，先飞。这是什么？牛的蹄子。牛蹄儿，他们问你们家卖牛肉，这是不是驴蹄儿？咱们就是满载而归，感觉就是啥玩意儿都有。下次我们再换一个鸡，不过这是他那边还有。哦，牛。